也许就可以避掉这个双杀。哇，这个差劲贼，这真正差劲贼，收着。张岱山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黄镇伟扑下去，这个飞球没有进手套，又掉了出来。记录上给安打，这是张岱山的一支二垒安打。这个球是弹起来，我看的结果好像是一个弹起来的一个现象，对。看起来好像是接在手套比较靠近手腕的位置，没错，没错，对。但是没有办法确实接捕，也不理想。又是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黄镇伟这个球向后退，向后退，目送了这个球飞上了观众席，张岱山敲出了全垒打。这是张岱山今年球季第13号的全垒打。我觉得拉打的过程很顺，而且你看的是打到中外的，还蛮深的。不甘单，我张岱山就说：“啊，那我干脆拉几只好了。”嗯，对，他真的拉出去了。所以赛前练习，懂得拉那里访谈的时候，哇，泰山今天左外也丢起头。不过这个球是中外野方向的球，赛之后就没有上场。又是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这又是一支安打。张岱山这场比赛第三支安打，而且三支安打的类型都不一样。许生明总教练过生日，张岱山送蛋糕来，三支安打。张岱山右边方向的平背球又是安打，这个球张岱山有办法冲三垒吗？现在右外手把球捡起来，再把球传过来，张岱山要拼三垒，这个球传本垒，张岱山上三垒，张岱山上三垒，记录达成了，张岱山听牌听了这么多次，这一次没有被换代打，也顺利敲出了三垒安打。厉害厉害，真的确实厉害，这个球然后也打了一个位置，也打得掌握得太好了。李光完一开始就没有要放弃掉了，水真的水，是断棒全垒打，野猪完全打进，帮他保留这个球了。那张岱山的三垒安打其实搞不好跟中泉佑断棒全垒打一样难得。